主料：菠菜200克，粉条100克，辅料：盐、蜜醋、鸡粉5克，香油5克。蒜、菠菜洗净，粉条泡软，菠菜入开水煮一下，挤出水分，蒜捣成泥，菠菜切碎，掉入盐、米、醋、鸡粉、蒜泥，淋入香油，把菜拌匀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菠菜煮到变色就可以了。2、加入米醋比陈醋清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